自己淋过雨，所以总想给别人撑把伞。每次听到他的故事都会头皮发麻。是我爸爸一个人工作，一个拿12块钱养我妈妈、我和我妹妹，一年最多能吃到1次到2次猪肉。咱们村民呢没什么可吃的，但是我们村长家里面猪肉吃完。等于那年代我最大的梦想是什么？做个村长。我在想，我做一个村长之后，能不能把猪肉分给全体村民？今天既然我走出那个村了，我能够建立这个公司，让我去只是为了钱去压榨地上劳动力，那都不是我心里的梦想和理想。让员工们，让兄弟们活得有尊严。你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，先富起来再来帮没有富起来的。今天我们一部分人已经富起来，在这么富有的时候，在我们国家还有几千人生活在这种极端贫困的状态。这是我们整个中国人，我们这帮富人每个人的一种耻辱。站在富人圈里为穷人说话，真的牛啊。